这条道真是漂亮。这下面是一个沟。这面吃一顿饭是60块钱，60块钱就是20块钱人民币，还不太贵。但是我还是不在这儿吃了，我现在需要的是 water。我是底下，这是餐馆。膝盖有点疼了，我想先回去睡一觉。这是一个卖 painting 的，进来看一看。